来有你。数百年来，台湾原住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奉献心力，牺牲生命保卫家园，傲视运动场为国家争光，用热情创作，以艺术之名交融国际，丰硕了台湾美学，立足世界之巅。原住民族也投身基层，努力不懈，是台湾迈向文化多元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。积极地参与建设，携手打造繁荣新风貌，创造了台湾经验骄傲。原住民族，台湾空间的守护者，相逢百年，原来有你。